아, 마지막 동남. 这个地方一定要留多一点，就是留多一点再进，太紧了，太紧了，这个很容易拉爆的，就是说你们这个，可以了，开启，开启。 等一下，给我看看他们。我们现在调那个干嘛？你还开大的不挂网。嗯。先把气调到哪个位置啊？很小的开，我那个不知道什么小的开。嗯。 现在开大了，它爆网。嗯。然后就会爆网啊。喂，怎么是加了加成那么好啊？ 这个爆网很响，真的，这个爆网很响的，这个气缸哦。哎，怎么一下子拉紧了？这个不是很快的吗？就拉一下就可以了吗？那你那两边都没拉？拉了，全部拉完了，哪里？我刚刚都没拍到的。可以，那发了，你看。再松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我看。 应该要买一个这个拿三米。25,000。很好啊，25,000拿了很好啊。怎么这么快都没有什么动静？那确实这个气动拉网机确实比原来的哇，这个很好啊。差两。 反正哪个那块松的，你拉一下，这个，两本。再松一次，再来一次，看一下我拍一下这个动作，它是什么？现在松不用调了，就只开这两个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开这两个就可以了。啊，再来一次看。再来一次，一样拉的。这边走了没有？ 一下就可以了。很爽的呀，很简单。应该他包过，包的。来给多少单张啊？啊，反正没有，我就是没去啊。好像不是。